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书伟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薰黄金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怡安。大家你们好，我是刘志轩。看着你们。哎，这一部什么76号恐怖书店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们这个片的片名，恐惧罐头是全名。然后76号恐怖书店，恐惧罐头。所以这个书店里面是有鬼。有鬼。对对对对，其实就在讲说，我们是四个短片，集合在一起，就跟那种泰国的那种四部曲一样。对对对对，其实有一点点关联，有全部都有关联。其实就是说，我们是改编那个 PTT 的一个畅销网络小说家不待见的他的散文恐怖小说。所以比方说，你是一个单元，连在一起，他们两个一个单元。对啊，对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来看这个片花，来看看。妈妈，恭喜你 ，baby 看起来很健康哦。医师，我要拿掉。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大家一起出来玩啊。你们是不是凶手？干什么？你想跟哪去啊？既然都没有回头路呀。做人造业做人渣，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整部戏都是暗的吗？晚上拍太多了，没有比较亮的光什么之类的。他们会比较亮。哦，你们刚刚那边有蛮亮的地方啊！我的天哪，你怎么开始拍恐怖片了？因为听说我拍啦，我之前拍过《红衣小女孩》的时候就拍了。哦，那现在苏伟瘦好多。他有胖过吗？有，他有一阵子胖过，好大。对啊。哪里我每次去全城柜都想到他。为什么？苏伟老梗呢？你那你的梗是什么？对老梗。对哎，既然四位都已经拍了恐怖片了，对的，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。好，玩什么游戏呢？我们要玩的是76号恐怖箱，就定位。76号恐怖箱，对，最恐怖的是什么？他们一共要摸76个恐怖箱，太恐怖了，超长，会超长，还要摸76个，我听到都觉得恐怖了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讲，我们今天先摸2个，下次再那样。好了，2个，我的妈呀，再来，干嘛啦？这可以弄出来，哇！太夸张了啦，这种东西。那地方你先好了。为什么？不是谁要摸？到底现在谁要摸？你们猜全部。我刚刚说我他自告奋勇，可是他刚刚的反应让我觉得很可怕，好像恐怖的样子。可以啦，我觉得你可以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他可以变色了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本人哎。不要再敲。我让他下去。我要会动。来高金柱眉，来高金柱。怎么样？你不要故意的。我没有故意啦。小心哦。天哪！数下去的，等等，你要往那边走一点，他在那边。哎呦，他在那边。很大吗？哦，他可以变大的哦。他刚才是湿的。可以变大吗？他现在目前可能是干的，他待会你再碰碰他一点就。怎么样啊？往下一点。怎样啊？哇！哎呦，这个可……有拍到那吗？舌头在。什么？这个舌头不是神哦，我是。不是神，不是，往下一点，我们在那个部落可能看到他。三枪哦。三枪那么大，太大只了吧？他在里面，他不能这样好不好？他在里面，他会想出来。往下一点，三枪啦。哎！醒来了。被吓到啊！你就给他睡觉没有关系。往下一线。下去的原住民，还不是原住民这么勇敢的。
来一点。下来了，下来。往前，对对对。啊！妹，往后面一点。往下一搓。不要。往下一搓，妹，搓，真的真的，搓，搓，往下搓。啊！那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你看，我不知道，硬硬的，然后又粗粗的感觉。硬硬的，粗粗的。变色龙哦。哪有变色龙？那是什么？哎呦！你这样下去，这样抓它，活的还是死的？死的，死的，死的，死的吗？原住民说话了，死的，它是死的吗？是，死掉了。它是死的，死掉了。它是死的，你说对了，它是死的。真的。好，请猜它是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好猜。它的名字啊，两个字，粘土哦。它是饲养的安全的小蛇，牙齿拔掉，它有点在动，是不是蛇？蛇哦，不可能，蛇会长出啦。家里养的宠物蛇，那我可以拿出来，拿出来啊，可以看。那我把它，如果觉得很可怕的话，我就可以把它丢。喂！哦吼！喂！哦吼！喂！哦吼！哦吼！哦吼！对呀。他这个下很大，他怎么跟周星驰一样？周星驰，哎喂，有没有打过头啊，雷雷啊？是什么？周星驰，所以那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什么啦？什么啦？粘土啦！你刚不说对的吗？你很厉害耶！有没有可能是屎？是的，是屎，没错，粘土的屎。恭喜过关！准备了，就地位置，终极恐怖箱，有请各位。放在这里。你平常胆子大吗？我以为我胆子很大，但我刚刚……你刚看他几次，你觉得他大吗？吓到都跳。哎，这个很紧张哎。不紧张。热的。它有温度啊。嗯。它活的。它一般是饲养在那个热带国家的一个，算是丛林地带。然后它的品种已经面临到即将快要绝种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是卫熊吗？卫熊在里面一样，它曾经里面一样，它已经很难得到的东西。往下一点，然后这个在通化夜市是可以买得到的。宠物街那边，它不是有很多那种家庭？我就想到那个，我不知道是山猫吗？我就一直讲一直讲，宠物店的老板在里面。啊，洗泡没？头在那边，他这边藏很久。你说他身体在这边，然后头在那边，我会吓到哎！我摸那个人头，我会咬你哦，好可怕。下去一点点就可以摸到它了，因为它必须要有水，它才能够生水，水才能够生。所以你要在下面一点，它在比较顶。你表情在狰狞，但你手都没在动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要演多久哟？对，一定 end over。又有，很大哦，很大。你不要这样子啦！不可以激怒他吗？他不能激怒，但他会以为。激怒你为？好烂！我被他摸了。你看到了，快了！再下去一点，有没有？哦哦！你说什么？有了嘞！很大只吗？你摸到了，你摸到了，刺刺的吗？你感觉它是？你很常看得到它的。它是谁？它是谁？刺猬啊！它会潜水吗？它移动，它移动了。它移动了，它会游啊，它会游啊。因为在水里，所以它。你要往后垫，它往后。在哪里？对对对对对，再往后，再往后。这里。对。冲啊！我压起来。我被你吓到！我被你吓到！哎。你自己去轰炸他，轰炸他！两个，两个，两个在先。是不是？太什么了？我觉得猜猜看，好，猜猜看是什么？蛤蟆吗？
蛤蟆的，蛤蟆就回家了。蛤蟆，哎，还去名字上买蛤蟆，这个便利店的对，对吧？对吧？蛤蟆，神经病。答错。来下一题。现在进行演技大考验。演技大考验，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看的是鬼片，其他两个看的是卡通哦。你们要猜出谁看的是鬼片。OK。好了，你们想先看谁看？有可能不是卡通，有可能不是卡通。嗯，先子权那边好了。好，子权请看。琢磨他的表情。OK。好。第二位想看谁？小薰，好，小薰请看。哦，这不能看啊。哦，啊，哦，夸张，我是以删去法，反正我就觉得刘子权不可能。我也觉得子权不可能。对。然后这两个。静怡呢？我还在想。感觉小猪。我爱看恐怖片。所以你不怕？我有够爱看的。你也是爱看的。因为我妈比恐怖片还恐怖。从小看恐怖片。所以从小看恐怖片。刚刚影片是龙妈妈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选小猪好了。选我，对，真正看到鬼片的请举手。恭喜你！哇，好厉害！看到你就刻意的要表现出没看到。啊，你是这样子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本来表演就比较浮夸一点的，你明白吗？就不管我看到什么，就算他不是，我也会这样演。你也会这样演？对哦。哇，恭喜！厉害！答对了！厉害厉害厉害！空手叫好。好，现在公主交换了。现在三位呢，有可能其中一位要猜出谁喝到的是芥末奶茶。芥末奶茶，芥末奶茶好喝吧？芥末牛奶好喝吧？嗯，蛮好喝的啊。芥末哎，有。有些人喜欢喝芥末的东西啊。芥末当奶茶。喜欢吃瓦萨比。对啊。傻西米。芥末当奶茶，我的妈呀！准备，谁要先开始？你选。我选。对。苏伟哥好了。不知道自己拿到是什么，对，很安稳，对，多了，很快，哦，蛮大口的，看到我在憋哦，好，这是第一位的表演，接下来想看哪一位呢？想看凯乐，我先进了，不，我先干了。好，接下来吴小姐，好，现在你们还可以再一次机会，想要看谁再喝一次，而且你可以允许它干掉。干掉很辣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干掉半杯酒，半杯酒，半杯酒，因为你们刚刚也可以让我们再看一次啊。不一样。不行。来，哪一位？你选哦。
我选择一。你现在很像阿凡达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两个变成。你要一直朝向他的垫子，好吧？我选择乙恩好了。乙恩，好，喝一半，喝一半，或者一大口。他敢喝，大概喝，大概。OK， 我觉得他敢喝。现在请猜出谁喝到了芥末奶茶。你觉得舒伟吗？不可能。那你觉得凯乐？我选乙恩。好，所以你们选的是乙恩。到底谁喝到的是芥末奶茶呢？三、二、一。舒伟，这很难喝哎！哇，你天哪，好难喝，超难喝的哎！哇，好厉害哦！一皮姐，一皮姐，哇，你喝很顺哎！好，这一组失败，马上进行的是终极恐怖箱。没有，还有恐怖箱吗？恐怖箱没有，对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恐怖箱，没有恐怖箱了，我们要宣传的，要来宣传了，哎，请到我们中间来宣传。今天你用了恐怖书，对不对？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七月二号恐怖书店恐怖罐头，其实已经在三月十二号开始，十五号开始在 My Video 已经开始上架，然后每一次上架一支短片。我们想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说你打开每个短片都有着不同的恐惧，罐头里面不同口味的恐惧要给大家这样。这个概念对，因为我们三月十五号朱已经上，然后三月二十二号就换成季二，然后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凌晨十二点，天哦，每个礼拜天晚上凌晨十，应该是礼拜六跨礼拜天的礼拜天的凌晨十二点就会播映了。好，谢谢四位。小浪人你在哪里？我好想发现你。右手，朝天空，好，然后中指往天空翘。你为什么是两只？你为什么是加藤鹰？你叫我加藤鹰啊！左脚开始往前走四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右手往后荡。保龄球。你很棒。为什么那么强？谢谢收看娱乐百分百，别忘记订阅我们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、IG 关注我们最新的消息。娱乐百分百，下次见。